等等，哎，凯叔，都是我当没有你的。Patience. 你发神经病啊，在家里穿成这样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接到了这个 case 的请求，好家伙，他居然还有女友泪痣，什么都看都看不清。先不说别的，他这个衣服我都不知道哪来的。你们呢？你干嘛？你下衣服我都知道了，这是斐乐儿童的多乐敏硬壳冲锋衣，超级防水衣服，还是三合一设计，就算去爬山气温忽冷忽热也没关系，里面还是白羊绒的羽绒服，软乎乎的，穿着舒服。等下去购物也不会被你睡淋死。支付宝到账10000元。这问题喜好绑在你手，对吧？就是很卖命。也不是不行，你们两个多拍视频给我啊。了不得，难道这么悠闲的日子，看看他们在干嘛，看看他都发了些什么给我。老婆你看你叔叔的格格，我照顾的好吧，开心吗？你要摆 pose 啦。可以了。看来我不在，他们两个玩得很不错啊。什么叫